台南和屏东接连发生死亡车祸，在芳寮乡战备跑道，一辆轿车追撞小货车，后车斗上女水果工当场飞出车外，伤重不治。另外柳营区则是骑士疑似逆向跟轿车发生对撞意外，骑士伤重送医不治。救护车十万火急抵达现场，轿车停在旁边，骑士倒在地上，救护人员赶紧下车，马上急救，同时将他抬上担架，火速送往医院。而一旁机车正冒着白烟，整台都在燃烧，消防队员立刻涉水灌救。机车骑士已经倒卧路旁，那身体有多处开放性的骨折，那由救护人员立即给予处置。那消防车同时出水线，对于起火机车进行灭火作业。当时一对夫妻开车返乡回家，经过台南柳营区，骑士疑似逆向，竟然和他们对撞，撞击力道强大，骑士喷飞，机车瞬间起火。撞击驾驶人经送医抢救后宣告死亡。相关肇责待厘清踪。屏东芳寮战备跑道同样发生死亡车祸，车祸现场一片狼藉，车辆撞道几乎变形。当时小货车驾驶载着五名水果工上工途中，在战备跑道停等红灯时被轿车追撞，这一撞驾驶和乘客酿成一死四伤。双方驾驶人酒测值均为零，其中小货车一名潘姓女乘客伤势严重，送医抢救后宣告不治。当时潘姓女水果工就坐在小货车后车斗，车祸当下整个人飞出车外，才会伤重不治。小货车驾驶后车斗违规载客，依法可罚最高18000元。开车上路除了注意路况，也别违规，否则发生车祸后果不堪设想。记者台南屏东综合报道。